层产业服务园区启用，作为社区产业平台。新建有机村大地野食节明天登场，罗东镇全民运动会健康热情活力，街头艺人审查194组现役吸金。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感谢收看今天3月24号的宜兰新闻。新闻开始要带你来看的是内城国小自从和邻近的国中合并之后，而这块空地闲置多年，在社区的争取之下获得了地方还有中央的补助，将这里规划成为内城产业服务园区，并在今天早上来启用，未来可以提供给社区来结合在地小农、休闲农业还有社福团体，形成一个产业的平台。内城社区在3年前提案，将原本内城国小校地规划成内城产业服务园区，在中央与地方的支持下，产业园区顺利动工，规划有水圳、草地，就像公园一样，而园区也在今天正式启用。锣声飞响，宜兰农村向前行。谢谢阿妈，罗生分享，我们谢谢所有的贵宾。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亲临启用活动，表示这是全国首座具备产业销售平台、游客服务站及社区老人服务的空间，是农村再生的典范。来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现在行政院赖院长要推动一个大的政策，台湾的一个大的政策叫做均衡城乡，生生不息。这是每一个部门都要当作准备的哦，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准备，也是一个开始在翻转原来在衰落的这个农村的进兵啊。所以呢，这把农村再生，甲行政院要推动的地方创生，我们是要变成整合。社区表示，内城平均一个月游客数有1万至15000人，而现在产业园区可以提供摊位给县内社区小农、社福团体来这摆设贩售自家产品，形成在地的产业平台。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推广农产大家都相当的用心，而新建有机村3月25号开始要为期一个月，将举办第一届的大地野食节。今天特别结合了设计师来发表多项精致的农产品，并由农民现场手作变成美味的点心提供给大家来试吃，要来提高有机农产的行销能量。新建有机村自3月25号到4月29号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大地野食节活动，还特别结合了设计师协助设计美化农产品包装，在今天率先举办发表会，呈现了新建有机葱、果干、果醋、有机米等等多项的精致农特产品，打造时尚又精致的有机农产，提高行销的能量。那这个有一个中华平面设计协会啊，是咱推动无形啊上好的十级尖头啊。我想拿安尼经过安尼推销甲合作啊，咱新建村所有生产农民，不管是上大宗的稻米，甲将来要推广的蔬菜，拢会当来推销出去。而且嘛，用大地野食啊来甲大家共同勉励。我对大家看啊是安尼，咱看到青山绿水啊，有机田园。咱宜兰县青山绿水，有机田园就在我们新建村。新建村稻米主席段啊，遮的农友已经创造咱农业的新价值，哇，让咱一个无爱做田的，看到新的方向。新建玉川和三星成为有机乡，唔忙，予咱宜兰县会当迈向真真正正的。咱的有机观，咱有机爱行出去，爱行去台北市也好，行去竹科也好，迄拢好呀啦。咱来营销咱兴建的有机的农作物，予咱遮的农民啊，就是讲的会晓种吼，嘛会晓卖，予咱兴建有机有机村合作社会当业务啊，会当佫推展佫较快。活动也创作了兼具农家智慧及趣味的新建村新地标刀雷亚俩七焦啊的大型装置艺术，透过早年乡间伴随孩子成长的简单装置艺术，唤起大家对自然以及人文可以和平共存的概念。甲建立一直到这个协会，这设计师沟通啊，讲吼，我不玩商业化的设计，
我希望说你们设计的东西哈，可以符合这个农村的文化，啊，较准卡味的啦，不爱商业化。那理事长和他们这一群哈，都很接受，表示讲，因为头脑是智慧，我愈做面积愈大，啊米愈多。虽然讲迄个通路有咧增加，但是嘛是会拄到迄个病消未完。啊，这就是哎，还是要靠设计协会这边吼，每年帮我们行销出去。行健村前村长兼合作社主席张美，自1998年开始在行健村推动有机农业，1999年成立合作社，1105年加入农委会辅导的农业经营专区计划。从一开始仅有11位农民9公顷的农地，到目前已经有25位农民50公顷的农地，一同朝栽种有机而努力，坚持自己的理想，为有机农业而奋斗。这次希望透过更多的行销协助，让农民专心做好擅长的事，为台湾创造更多美好未来。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吃得健康，也要多多的运动。107年罗东镇全民运动会今天在罗东运动公园的田径场盛大来展开，吸引相当多人来参加。除了精彩的大会舞表演之外，还有多项的比赛，要来促进全民的身心健康。现场是热闹滚滚。今天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罗东运动公园的田径场可是人声鼎沸，热闹滚滚。这是罗东镇公署所举办的107年罗东镇全民运动会，吸引超过3000位的镇民共襄盛举，包括幼儿园土风舞以及太极气功大会串的大会舞，更是精彩万分，为开幕典礼带来壮丽又充满活力的开场。全民运动会啊，罗东镇全部动起来，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活泼健康的这个城镇啊。这个运动会呢，我们行之有年，所以每一年呢都办得非常的精彩啊。那全部的罗东动起来，将近3000个人，所以呢，我们机关、学校、社团，还有土风舞、延吉舞啊，大家呢一起来为我们健康来运动，所以呢啊，今天呢热闹滚滚。罗东镇全民运动会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除了有田径赛、园游会、趣味竞赛之外，还有社区的拔河大赛，各队是精锐进出，团结一心，卖力比赛，期望拿下好成绩。现场是加油声此起彼落，竞争精彩激烈。我们今天有这个田径赛，还有我们的才艺表演，还有我们的园游会啊，所以呢热闹滚滚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啊，借着各个运动会呢，能够呢带动的健康，带动活泼啊，带动了全民的所有的精彩的罗东镇，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运动会呢啊精彩万分啊，欢迎各位共襄盛举。那罗东镇呢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重视，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顺利圆满成功。罗东镇公所透过全民运动会拉近镇民以及社区的情感，也促进了全民健康，打造健康有活力的美丽罗东城。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
只要你敢秀、想要秀，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县府文化局办理107年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审查的活动，今明两天在宜兰文化中心盛大展开。这次总共吸引194组有志青年来报名参加，演出的内容相当的多元。现在带你来一睹为快。乐团、原住民歌舞、萨克斯风、自弹自唱。宜兰县107年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审查，今天在文化中心盛大展开。今年总共吸引了194组有志成为街头艺人报名，各组人马拿出真功夫，这为了获得评审青睐。是台北人，对，我现在正在打算用为期大概7年的时间，骑单车走完台湾368乡。对，那为什么会来考街头艺人证？因为我之后的旅程就是要进入宜兰，然后我会一边走一边去唱我旅途的故事、旅途的心情，所以我就要先考，对，然后进来我才能做表演。对，喜欢这种表演，这把是乌克丽丽吗？对，这把是乌克丽丽。对，所以他虽然因为在旅途，所以没有办法带很多器材，所以就是很简单、很随性，然后一把乐器，然后靠。人的声音直接唱出来，就是做公益。对对对对。考这张证照，你想要做什么？找这张证照，最主要是肯定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对对对对对，当然一个追求的目标。审查分表演艺术类、视觉与创意工艺类，除了本身技艺与创意之外，评分更注重的是互动性。我们今年的街头艺人报名的组数呢，又破了一个记录啊！今年有194组的一个报名的一个组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宜兰县呢，文艺的能量从民间越来越多的踊跃的一个发展。那这两天的一个评选的内容，我们分三大类组啊，一个表演艺术类组、创意工艺类组，还有视觉艺术类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多元的艺文活动在这边同台竞技。宜兰县街头艺人审查从97年开办以来，报名组数从一开始的54组逐年成长。审查活动明天还有一天，相信可以到现场感受街头艺术的魅力。而审查结果预计在4月中旬公布。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3月29号，青年节即将到来，国际青年商业中华民国总会特别举办了青年公益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擦亮世界的角落，他们一大早就出动了，来擦亮路口反光镜，深化地区服务。329青年节以号召青年为社会服务的国际青年商会，今年服务主题为擦亮世界的角落。一早头城分会动员会员在头城市区擦亮反光镜。我们头城国际青年商会此次呢，那响应3月29号国际青年节，那我们响应我们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的活动，那在今天礼拜六全省大串联，总共150几个分会同时间出来，那进行这个道路清洁以及擦亮交通镜的这个活动。那今天的重点主要就是要展现出我们青年与社区结合、走进社区、在地服务的这个精神。那另外也是因为今天是个亲子的时间，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眷属以及孩子全部都带出来。活动目的也是要让青年走进社区，将服务人群化作实际行动。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107年大学繁星放榜，罗东高商表现相当的亮眼，总共有38位学生录取大学，其中国立大学有8位，比去年多了3位，让学校是感到与有荣焉。罗东高商107学年度大学繁星总共报名了40位，结果录取38位，录取率高达了95%，其中国立大学有8位，优于去年的5位，创下罗商综合高中的纪录。
也算是一个成绩上的再次的突破。我们今年总共有40位同学参加繁星计划，其中录取的38位。刚才我们的主任跟同学还特别跟我说，这样的录取率是95%，在全台湾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这一点我是觉得很肯定我们的师长代班的认真，也很肯定我们同学自己的努力。罗东高商这次录取国立大学，包括了政大、台北大学、台中教育大学、东华大学等等，学生们将更加努力，持续朝自己的未来理想目标迈进。我是未来是想要考公务员，这是一个很适合的科系，考的就是那个财税行政，未来就是可以到国税局之类的单位工作。因为自己非常喜欢外语，然后对中文也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想说未来可以到国外去，然后去教外国人讲中文。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看不到的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偏远地区战争疾病那些的。嗯哼，现在都还在想啊，就是对于工作这块，我觉得工作现在想太早了，所以我觉得先完成大学学业吧。我觉得数学就是一个工具啊，所有行业都用得到吧，除了语文也。就是商，不管是商或是工或理工，就理论上面都需要用数学啊。罗东高商综合高中学术学程在历届大学繁星表现卓著，校长欢迎国中毕业生们前来加入罗商的行列。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道。而在学校只有课本可以学习到新的事物吗？壮伟国林国小还有壮伟国中各举办了一场公益演讲，邀请到青年慈善楷模沈心凌来分享正面积极的价值观。沈心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带你来听听看。台湾知名慈善家沈心凌出身贫困家庭，从11岁起投入公益，从未接受赞助以及捐款。17年来独立支出800多万元，曾获总统教育奖、十大杰出青年、台湾十大慈善家。今天来到壮伟过岭国小，跟孩子分享正面积极的价值观。姐姐做这些过程都会遇到很多什么？困难、挫折、挑战。一路上其实很多人常常这样看着我，惊讶、纳闷、好奇地看着我说什么？啊哈，刘哥林啊，你几岁？你有钱吗？你有时间吗？你哪来的能力？办不到的。很多人啊都在背后指指点点，哼，你要做什么东西？哎呦，长大再说，有钱再说啦。哦，你是诈骗集团吧？哪有那么好看啊？免费上课，不我骗钱的啦！你想帮助别人，大家都不相信你。每当姐姐想放弃的时候，都会想到哪4个字？沈心凌的事迹也被编入国小教材中。过岭国小全校50多位孩子和公益推手面对面互动，让教材都活了起来，更能深入体会帮助别人的意义。那透过他沈小孩本身对人权、对生命的热爱，正向的方式来鼓励孩子，在偏乡的孩子其实没有不可能，他其实有很多的可能性，只要他不管在态度上面、思考上面、方向上面，能够稍微做一个改变，未来其实都有很多的可能性。在结束过岭国小的演讲之后，接着下午场则在壮伟国中举行，引导学生建立社会关怀及互助的观念。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接着要告诉你一个医疗资讯的消息，退化性关节炎现在可以不用装置人工关节，在圆山荣民医院日前就完成了2件使用高位胫骨截骨术来治疗膝关节炎的病例，不但手术之后恢复期相当的短，而且可以延后更换人工关节的年龄。
随着人体老化，膝关节退化造成行动不便，初期普遍会用打针吃药的方式治疗。不过圆山荣民医院采用高位胫骨截骨术来治疗膝关节炎，可以延后病患更换人工关节的年龄。保膝截骨主要是针对相对第二期第三期的病人，可以积极一点治疗他的退化性膝关节炎的，就是希望把这个退化的状况的速度减缓，甚至到它可以不会这么快的退化到第四期，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去取代人工膝关节。对。那治疗的原理是怎么样？也是要透过手术的手段。所以它的原理就在于说，我们的退化性膝关节内侧软骨的磨损会合并内翻的变形，我们没有去处理内侧关节的问题，而我们去在关节外去做它的矫正，减缓它内侧的压力，所以就会减少它内侧的继续的再磨损，然后增加外侧膝关节外侧的一个受力，所以它是比较平均的受力，可以减缓内侧的一些再继续退化的状况。所以所谓的保膝截骨是主要就是我们靠膝关节外的手术去矫正它的变形。55岁的林姓男子因为长期搬重物，导致右脚膝盖疼痛，因为不想更换人工关节而使用截骨术来解决问题，术后一个月就恢复肢体灵活度。而另一位70多岁的吴伯伯，是因为意外造成膝关节疼痛，一样在医师的建议下用截骨术矫正，现在活动自如。起来一支脚救袂停，是因为受较早有受伤过，较早讲骨头个，啊，就是磨损，我就是 X 光照个，就是磨损，内侧的磨损，骨受破啊，啊，即马坐拢无问题，啊，即马手术了拢无问题啊，手术了就好，上方便啊，啊，较早拢会疼啊，啊，即马拢袂疼啊，啊，内底软骨破一节啦，破一节啊，都往袂行。经过到尾啊，宋医师的评估就是讲爱手术啦，啊，迄个啊是，迄个肋骨，迄个骨嘛小我开去啊，啊开去啊都手术，啊手术了，真紧啦，3礼拜过就免过。医师提醒，保养关节需要适度和缓运动，控制饮食体重，避免提重物，预防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出现。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怎么报道？接着是今天的客家语时间，一起来学客家话。多元母语交流吧，大家好，进步您来念脑中。大家好，今日我要来念脑经。七点天才讲，七点天光，脑中亮亮响，脑经亮亮弹。老人写字爱红窗，老人囡仔爱起床，急急爱红窗，赶紧爱起床。世界上班去，大人上班去，世界上学通，囡仔上学堂。有解脑中进风偏，有解脑中进风边。大家唔爱洗烂窗，大家袂暖眠床。祝您进哦，希望您长来了。我到公告家，多谢大家。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性的短暂雨哦。接着要来关心的是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明天宜兰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情况，降雨几率是20%，气温是16度到24度之间。接着来关心雨夜气象。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我是蓝夏如，感谢收看，祝福一切平安顺心，假期愉快，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哦。
哇哇，那个被照到我，姐姐。对啊，而且他竟然踩得到地面。对啊，好可爱哦。哥子呀，你看他很喜欢呢、欸，你会觉得吗？我叫妈妈来看。好好，叫妈妈过来看。好开心啊、哦！你真的很喜欢洗澡哦。嘟嘟嘟嘟嘟，游泳游泳，自己游自己游自己游泳，哦，好棒啊，好棒啊，自己游泳啊，啊、哦，加油加油，用力游用力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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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游，加油加油，今天晚上你得睡大觉哦，哦，好，哇，太厉害了吧，哦呀呀。